这个沙拉呢是一个 cheeseburger， 而且它就只能当流行歌手，不能吃太多东西哦。那他马上也来批评呢，就说呢他两个月前呢才呼吁女生呢别要疯狂的节食呢，那他现在呢这个行为就是在矛盾嘛。好，现在去休息一下了。